什么材料？ ，好钻，打出他的那个守护者，他还守护者还没打得上。今天是狩猎的好日子。这身皮肤的狩猎风格是我决定的。 三打四吗？ 什么人机啊，受不了了！一个。 怎么我上了那个当？这家伙霸德来了。 暴露了，我像个弱智，你知道不？
都很重要的。这边守护者第一时间好像没好的，我都没看到他的守护者特效。打对面啊，这是干嘛？那不龙把那个维克托杀得太关键了。两百滴血把那个维克托 A 死了，但那一波好像杀不完，那波杀完的很关键。